在109年6月22日20、20、16分接获民众报案，在叶里镇三角里8275-10号有发生交通事故，事故为李姓的自小客车驾驶由南往北行经十字路口，跟王姓驾驶自小货车驾驶啊，沿苗43线东往西方向直行，双方行经该路口未礼让、未减速，致发生擦撞，自小货车冲入机车行，造成车头起火，损及附近的公有市场，火势猛烈，总共烧毁13间市场的那个摊贩，幸好没有人员伤亡。双方驾驶经测试无饮酒形式，人员只有自小货车驾驶轻微的头部外伤。